大家好，我是洪建军。那刚刚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德布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的一个片段，非常优美而且梦幻，对吧？那德布西他是一位非常喜欢而且很擅长将神话故事还有文学带入到他作品的作曲家，然后在他音乐里营造那种如梦似幻的情景。那这样子的作曲形式，我们把它称之为象征主义乐派。那也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中心思想。我们选择了好几首德布西的作品，然后另外还有非常著名的兰乃克的《水妖》长笛与钢琴奏鸣曲，那同样也是一首以神话为主题谱写而成的作品。那刚刚这样子的片段，相信大家都还听得不够过瘾吧？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在6月2号晚上7点半，台北雅卓艺术中心来现场聆听我们的演奏。意象洪建军长笛独奏会，我们不见不散。